五香蛋、向日葵那小子跑了，我可全靠你保护了。哎，你他妈哭什么啊？喂，那你还大道子呢？你，我靠，蛋哥真男人。我这是小熊。好好好，植物大战僵尸像素版我又来玩了哈。好，那上一期呢，我们是打完了前两关，这个我们仨还有这个僵尸快跑哈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帽子戏法。哎，为什么跳过了这个全员恶人啊？你看这个封面看起来挺狠的啊。啊，至于为什么跳过这一关啊，我们到后面再说。好，帽子戏法就全是帽子是吧？全是路障僵尸。那行，我们来带一带植物，选一选天赋啊。哦，你看这个火炬树桩这个天赋。走火入魔，修炼突破瓶颈。那好家伙，叫火炬树桩，倒爷我成了，是吧？好啊，还是跟上一期差不多的阵容，但是咱们稍微带了一个新东西。好，路障僵尸开始入侵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咱们土豆地雷直接重伤。咱们土豆地雷是一把厉害了，点的是一个快速生长的天赋。你看，说话直接长出来了。土豆地雷左右一看。嘣啊！这个僵尸直呼这个土豆太美味了，是吧？啊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疯狂的怼这个向日葵，还有这个阳光菇啊，疯狂的攒阳光啊，这就是咱们开局的战术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火炬树桩直接放上，看看它是怎么走火入魔的。咱们稍微往后看一看，哎呀，火炬树桩还没成，豌豆射手倒是先进化了啊！这好家伙，瞬间口吐芬芳啊！刚刚豌豆射手，但是我想给你们看的是，是这个效果啊！咱们这个豌豆射手在进化成这个机枪射手。射手说：“哇，加上这火炬霜，好家伙，满屏的这个火焰豌豆，就放一排豌豆，我觉得咱们就已经很厉害了啊！咱们就这么思路继续往下打哈。上一期咱们这个像素版植物当然是发完之后呢，就一堆小伙伴在这催更啊，然后点赞也是直接到了10000，所以咱们直接原地开坑了啊！那兄弟们，咱们这期还是一样，长点赞冲10000，下期更新就不会断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前排呢，放一放大嘴花，大嘴花一口，一吞，再一口，好。”这有人就问了，这个大嘴花怎么吞那么快？这就是大嘴花，我们点那个天赋上期也展示了啊，叫做囫囵吞枣啊，就是它咽得很快，但是你看我们现在，它又不吞了啊。所有植物的天赋 buff 它是有一定随机性来触发的，所以说咱们现在来用这个坚果墙稍微挡一挡。Later， 这小僵尸越来越多了啊，咱们来一个火爆辣椒十字爆炸，一定要算准这个十字爆炸的位置，让它尽量的威力最大化，好吧？那现在的话，咱们后排一整排的这个火炬霜已经到位了，同时豌豆射手也到位了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这个火炬树桩，这火炬树桩脸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火炬树桩是不是它已经这个进化了，变成这个走火入魔版的这个火炬树桩？你看这眼睛，这仿佛在说我来玩 Super Saiyan。好，那它有什么效果呢？我在想，感觉没什么不同。等一下，你们对比看一下，这火焰豌豆跟上路的这个普通的火焰豌豆，它大了一号啊！就这么走火入魔是吧？它不光光，这个满屏的火焰豌豆，它不光光是可以把这个豌豆烧着，还能把这个豌豆给巨大化一下，伤害更高。一轮下来就把这前面的这个路障僵尸的头盔给打掉了。这行啊，这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上路这个火焰豌豆，打半天，它这个头盔。那他都不掉，直接给他炸掉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现在豌豆和这火炬树桩搭配已经很强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有新东西一个小竹子，也不算是新东西啊。植物大战僵尸原版也有哈，但是咱们在这里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并且还是像素版，看着。怎么那么欠呀？还钻地底下。你看他这个攻击动画，他钻到地底往前突刺，同时呢咱们有一个天赋效果啊，你们注意看中间这一路，嘣，直接给他顶飞了哈，他从土里钻出来，可以把僵尸顶飞击退。现在啊，帽子戏法正正开始了，满屏的帽子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刚好啊，二路和四路两个火炬树桩都走火入魔了，然后咱们现在满屏的豌豆，基本上我觉得很难输了啊。好，那现在就把最后这一路打掉，应该游戏胜利了吧。不愧是我呀。那至于这个上一关全员恶人，咱为啥直接跳过了呢？这个问题啊很深啊，就是我打不过。真不是我偷懒啊，兄弟们，我在录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我在测试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各种阵容各种方法都试过了，什么西瓜投手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叫什么烈焰菇啊，这个好家伙看起来挺帅是吧，但是也没打过。总之呢就是我各种思维各种策略我都试了个遍，但是我就还是打不过。好，我确实我太菜了，摊牌了。我现在最后再试一把，好吧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啊，再带一个第四把啊。你看这个第四有个天赋啊，叫做指压板，可以让僵尸舒服的跳起来哦。已经可以猜到是个什么样的效果了哈。这一关全员恶人，名字叫做全面恶人，都很恶的人是吧？僵尸饿了发狂了，所以这一关的僵尸全是红眼状态的僵尸，移动速度很快，所以咱们减速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咱们带上了这个寒冰射手，用的是这个艾希的天赋，可以射出寒冰箭矢，给这个
个一整条线路上的僵尸减速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守不住啊！哎呀，这个倭瓜又往回跳，完了！这四路要出事，我这个阳光还不够。哎呀，我看去种这么多这个阳光菇还有向日葵都顶不住，慢，我感觉凉了呀，废了呀，这就丢车了呀，这就我感觉多半还是因为这个阵容的问题啊，所以导致咱们打的手忙脚乱的哈啊！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打的话，给我出出主意好吧，不然这一关就没法录了，就只能跳过了。哎呀，那兄弟们，咱们这期时间就只能先到这儿了，咱们还是长点赞冲一万，下期更新不会断。我是小熊，记得下期来看，拜拜。